到喽！我是高光列车长的112年6月23号。Go for level and coast check。利隆航空 B788121 13:40所拍摄是从金门上一机场飞往台北双机场的 B， 然后一和16221。A321200型喷射客机在松山机场停靠喽，感谢各位刚刚看到。有中华航空 B18667也是刚刚从金门飞了。啊，好了，感谢各位，这里就拿拜拜。下马跟空桥连接了，就这样。13:406月23号再见，拜拜。耶、yeah, ，我的 B16211呀，感谢各位再见。哇，终于到了，还蛮开心的。1621在专机场跟空桥连接了，好，感谢各位支持，加拿大拜拜，13:416月23号再见。